出去。等一下，交流一下。这个交流方式很别致。知道的是你们在互相抢球，不知道你们靠人中打球呢。一球定乾坤。行，给你们个3-1，可以的，来。哎，可以这么发吗？我刚才在学到的。来，发呀！你这样还不见得能发过来。我厉害，厉害！来，小董抽他！来，准备好。什么要求？什么东西、啊？你们不接啊？你们俩嘚瑟呀、啊？不是，我们还没摸。啊哎，你们太生气了！你要是说刚才那个不算，我就不算；你又偷摸的在这发一个，那我就只能当你说算了。结果我接过去，你就不接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来，好，哎，再点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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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